我对他这个楼啊，真是充满了爱呀、啊！建得太漂亮了，这种风格的建筑，现在我觉得布拉格是唯一一座，就是说跟我印象当中欧洲符合的欧洲。因为我在来匈牙利之前呢，我对欧洲都停留在印象阶段啊，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跟我的想象的不一样，只有布拉格它才是最欧洲的。